Hello, James.大家星期三早，给我们一点点时间。那我看这个我们的贷款专家 James 呢，现在上来了吗？James，Hello，James。Hello, James? Hi, James. 技术问题，大家给个1分钟。Hi, James. Can I see you? Hello. I'll see James is give me 1 second. Be right back. Oh, this is what happened?就这样子吧，就是我们在等 James 的同时呢，我就先进行我这一部分，
所以这样子我们节省大家时间哦。那个不好意思，再等一下，sorry。Hi, James. Hey, 看得到我吗？我看不到你啊。Sorry,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 等我一下, let me go to the video. 习惯了。这个 .com 是你吗？哈? Okay, so, what happened to you? 你可以吗？我现在在 allow video log on.Are you in, James? James. Oh, okay. So, 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大家星期三好啊。那我们就是 James 呢，在次的情况之下呢，我就先进行我这个部分。哎呦 ，James， are you on？ OK， now you're on。好奇怪哦，我一直又被踢出来两次，然后又拉电话回去了。OK OK， 我们就把它归成是 Zoom 的问题吧。好好好，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石若在这个 Zoom 上面呢，我们同时也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就是同时 live 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把这个就是每周三的话题呢也推广到我们另外一个族群，是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医生，就是大家都对纽约市，我们要知道纽约市我们现在是一个 facing 的挑战性的时刻，可是呢纽约市 New York City 是世界之都， It's a city of dream no matter what, It's the biggest pool or the greatest talent, 这是一个最大最有才华最多这人才集中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事实是没有变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市场代表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做好的一个机会市场，是让很多人呢就是说你之前一直想要到纽约住投资，可是觉得说 it's unaffordable, 那现在纽约特别是曼哈顿非常的 affordable, 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就是说市场的机会，就是说你想要进入纽约市或是想要由小换大或是换更好的，这就是你的机会。好，那就是我们每周三呢就是说在这边，然后James 我们就是尽量把它浓缩成30分钟，那James 来跟我们讲这个贷款利率，然后再跟我这边跟大家报告这个房产市场。那基本上我是针对这个曼哈顿因为房产市场很大，那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您就私下跟我们联络，我们就为你量身定做您的特别的需求这样子。好 ，James 交给你，我们不要再有技术问题了。Yeah. OK， 好。OK， 看得到吗？这样子。荧幕是黑的。OK， 那可能在 load 一下。他在 loading。Yeah, I can 看，可以看得到了。好，太好了。大家好，那很高兴你们参加我们这个 webinar。
然后这个这个礼拜所这个礼拜的这个债那个利息呢的，我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礼拜的利息的走势这样子。那这个礼拜的利息的走势，三十年固定 for conforming loan 大概在 3.0 左右，十五年固定大概在 2.45 2.5 左右。如果您是那种 first time home buyer 用 FHA 的那种 program 的这个买家的话，利息现在大概是三十年固定在大概在 2.38 左右，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如果您现在是看这种所谓的 jumbo mortgage 巨额贷款的利率大概在 3.30 左右，那在我们的这种 Manhattan 的市场基本上就是大概在 3.30 这样左右这样子。那当然这是有一些差别这样子，还要跟还依据个人的这个信用分数还有贷款金那个 down payment 还有一些调整这样子。不过这是这个礼拜的利率的走动这样，跟上礼拜没有差多少啊。那如果说然后我们现在跳到下一个下跳到下一个 website。我要给各位看的就是 new home 的 sales new home sales 的话 week over week 它的这个 这个就是贷款的这个 application 我给大家看的就是重新贷款的这个 application 这样子停掉你现在给我们看的就是 OK 好啊，这是刚刚那个，就是刚刚那个，对，我要去另外一个那个他的 new home sale data， 他就像没有露出来 ，OK。我之前在 prepare 的时候，我刚刚在 prepare 这个C。点的这个 webinar 的时候，我有先看了一下，week over week 啊，这个 application， for refinance 这样子。不过这个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好像也稍微下来一点，这样子。就是说，这个贷款的那个 mortgage application， 还是就是说，refinance 的，就是说它的那个数量下来。贷款的 application for refinance 没有没有变动，反而是 purchase 跟上个礼拜比的话，这个 volume 就下来了，跌了。根据这个 mortgage banking association 来讲，它的那个application 反而跌了跌了1%这样子，跟 week over week 每个礼拜跟每个礼拜。那重新贷款虽然说利息一直是 all time low， 可是这个 refinance 的这个 application 也没有增加，还是保持一样的水平这样子，反而是 purchase 反而掉了下来这样子。OK， I'm not sure why， 我还不知道 class， yeah。你现在 website 在 load 的时候，我就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买家提到的，我们现在那个 COVID 期间 pandemic 期间呢，因为一些人就是为了保持他的，不管他有没有能力，他是为了保持他的现金流量 ，cash is king 啊，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这个有就是 mortgage forbearance， 好延期付贷款，那可是同时也想要就是说抓住这个。好机会就是去就是说买新房，因为贷款利率低嘛。那所以一个买家如果他有这个 mortgage forbearance 的情况之下，
他能够再去申请贷款吗？去买别的房子？通常是可以的，不过要看每家银行的那个这个 forbearance 的定义都稍微有点不一样。Okay. 大致上来看，如果说你把这个 forbearance 停止了，然后把所之前所欠的钱全部缴清了，那通常来讲，银行是愿意再帮你做这个新的贷款。可是你一定要把它缴清，然后一定要把也 have to be up to date， 就是不能再有任何欠款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你不能同时有 forbearance， 然后同时又去申请新的贷款。不行，你一定要把你之前的那个全部都缴清，然后 up to date， 然后才有机会，银行才愿意去帮你做这个新的，不管是重新贷款也好，或是买房子也好，它才有机会。对，不过有些银行的条件我碰到过更加严格。如果当你是做当你有 forbearance， 他们有权利直接拒绝你，不接受这样子。OK。对，可是这个的话是比较少的机会，比较少发生过的这样子，少发生发现的发生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加入这个 forbearance 银行贷款这个就是说延缓就是。缴款是从大概四月的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纽约州纽约市 pandemic 开始之后，大家就开始进行这个作业。那很多的就是我们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做这些线上跟大家分享。那就是说很多银行是六个月期间，那所以现在变成说你如果算一下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多人的这个forbearance 原本的这个期限呢，就已经快要到期了。对，他一开始是三个月而已，然后后来又延长了三个月。然后如果你真的供不起的话，你阿轩，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现在的这个 mortgage 的这个 service company， 跟他讲说，嘿，我现在真的缴不起，我现在有个因为这个大环境的情况，他们还可以再量身的帮你去更改这样子，还可以继续 extend 这样子。可是通常来讲是三个月，然后再六个月，三个月再三个月。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他还在这个 forbearance 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申请新的贷款。所以就是说，他就是必须先把他那个 mortgage 呢，比如说bring up to date， 然后他才有办法去新贷或重要转贷款 refi， 是吧？没有错，他一定要把他的 mortgage keep up to date， 他才有机会去做这个下一个步骤。这样，不管是贷款也好，或者是买房子也好，一定要 keep up to date。那当然他的贷款的金额，他的贷款的那个forbearance 的情况是怎么样，也会影响到这个银行新的这个 decision 这样子。OK， 好，所以你这个画面有露出来吗？出来，刚刚那个位置还停住。OK， 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是八月份的这个 data， 九月份还没有出来。八月份的这个就是 existing home sales， 二手房的买卖，我们可以看到total 有卖了600万，northeast 是74万 ，midwest 是141万 ，south 是260万，然后 west 西部那边是125万，那这个是二手房在卖的。那如果然后我们现在看的是new home， 那 new home 的话，八月份 update， 九月份还没有 update。new home 所卖的是101万左右，那它又分的 northeast 42,000 ，midwest 是99,000 ，south 是63,600，那 west 是23,400。所以可以看，还是看得到，市场还是很 vibrant， 还是有会继续这样子走动这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就是说大家还是很针对，就是说抓准这个就是low mortgage 的这个 interest rate。没错，对，我相信这个也是因为 low 的这个利息也是一个因素，这样子来刺激这个市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ortgage application 啊，week over week 就是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来跟上个礼拜来比，它的 overall 重新贷款的那个是8.2%， 可是 purchase 的 index 跌了 1.5， 可能是 long weekend 吧，因为毕竟礼拜一是 Columbus Day， 所以可能虽然说还是有疫情，可是可能还是有些人出去的去
踏青啊，或者是什么这样，所以可能，所以这个 purchase index 是有往下掉 1.5% 这样子。OK， 好，那下次你就是说能您有就是说更进一步的，比方说专门针对纽约市的一些就是说贷款资料，就是说下一次可以分享。就是说，比方说在你们在你们银行或是一个，就是我比较针对 New York City 的这样子。我来找这方面，就是关于就是 New York City 比较 target center on talking， 我来找这样子。对对，嗯，好。然后最后呢，你有没有这一周呢？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选择一个比较新鲜刺激的，就是说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贷款，就是案子，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actually 有，我上个礼拜才刚刚发生的，客人他们从国内，因为他们在这边买，他们是留学生，然后来这边读书，然后就想要留在这边结婚，找到女朋友结婚，然后买房子这样子，他没打算留在美国，那家人呢就从。我赞助他们在从国内打过来赞助他们，然后帮他们付头期款，然后帮他们付钱。那国内的这个金融方面的转账跟美国这边有稍微不同的一点这样子，然后也比较可能也比较 advanced， 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整个手机微信来转钱这样子的。所以很多时候国内那边转钱都是用手机在操作的，甚至都不去那个也不打电话，也不去银行里面操作，然后也不用网路，就直接用手机来操作。那这样子做的话，我上个礼拜就碰到两笔有一个 case， 就是因为全部都是用手机操作，他们都没有留底，然后反而造成很多困扰。对，因为在网路，你在 website， 你在电脑上的话，那些网路还可以留底，然后在手机上完全都没有留底，所以我们。为了克服这个问题，还要请他们家人在国内的家人跑去那个跑去 branch 去要一些资料，这样，所以比较这是最近比较 challenge 的一个事情，因为全部他们都习惯在手机上做所有的这些 transaction， 所以没有这些像这种电脑这样子可以打印出来这些文件来去证明这里的钱是哪里来，手机上面就。连公司的名，连银行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金额，只有一个账户号码，然后收款者的那个这个名字，银行的给钱的人的账户号码没有，给钱的人的银行没有，收款人的银行的账户号码只有四个名字也没有，所以 very very challenging。那我们去克服这个问题之后，这边人必须要去委托这个父母亲跑去银行跑一趟，然后动用。多的这个关系，然后才去拿到这些文件，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家人会从国内，不管是哪个国家，最好都是在网络上做，或者是在柜台上做，在手机上做，虽然说很方便，可是他所给的这些资料可能不够详细，不能符合银行的贷款的条件这样子。而且非常好的建议，而且就是 learn from 就说这个是我也学起来，我待会我转身就赶快告诉我在中国国内的这些客人，这个是 it's very very 就是说可能大家不会去想到的，真的不会去想到，因为真的很方便嘛，手机上就像画一画，然后就出来了。可是它上面我们看到那些文件的时候，我就说，请教一下这个银行的名字在哪里？我全部找不到。所以我们就不想这个，然后连给钱人的名字也没有在上面，所以就很就 very very challenge 这样子。所以不过很好，还好，他们跑回去银行的时候，就那个银行的那些专员才还有办法，对，准备这些文件给我们这样子。好，那在 James， 你还有其他要分享吗？不然我就要进入这个我们就这样子。好，谢谢。然后呢 ，you can stay or you can if you're busy, you can also go， 都没有关系。Okay, 那我就好，先谢谢你。好，谢谢。好 ，OK， 好，好吧。然后我这边呢，就是说，再就进入我这一个我跟大家分享我这边的画面啊。每周我的画面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等一下 ，This is 我们讲到这个就是 ，OK， you can see my 就是。画面对不对 ？Screen。
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吗？哈，就是我每周诶 ，somehow is okay。我每个礼拜呢，就是跟大家进说追踪一下这个在纽约市的 COVID 的情况。那为什么这个追踪 COVID 的情况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纽约市人口密集啊，特别是比如说曼哈顿人口密集，我们的房产跟这个我们房产跟这个就是疫情的关系很重要。那比方说我们看，我们原本刚开始，我们上个月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刚开始做 Zoom 的时候呢，就是说9月16号是我们第一次。那那时候疫情都还维持的挺好的啊，就是说600就是under 1% 的这个传染率。但是呢过去几个礼拜呢，慢慢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呢 COVID case， 我们这个图是纽约市开始往上了。好，那因为那时候也开始学校开始，所以呢引起就是说一些马上就学校停止这个in person， 还有就是说导致几个就是9 zip code 还是12个 zip code， 就是暂时一个 shutdown 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现在冬天也要到了，所以大家就是说要更加小心。如果说特别是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holiday season 啊，就是说11月这个 Thanksgiving 啊 holiday， 或是这个 Halloween， 那我想今年 Halloween 大家就是尽量 zoom 吧，来加 be creative 这样子，不要有这个 in person 这些 gathering。 因为呢如果说你的我们疫情继续扩散的话，那可能这个对于大家的就是影响就不好啊。那这是我们纽约市目前的疫情的关系。那再我们看一下我们纽约市我们的unemployment，就是说失业率，那目前的失业率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是一样是八月，但是呢我们的就是说就业的恢复速度没有当初想象快。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纽约市 16% 的这个失业率的 unemployment 呢，大概是我们就是 national average 的一个，就是说double。 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沿着顺着这个大家尽力的 control 呢，我们可以慢慢为这个好一点。在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五个新闻啊，那我每个礼拜给你挑选一个五个新闻。那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说Microsoft 我们现在呢这个是enter full screen。 就是说在 五个新闻一个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现在很多网上听说，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啊，纽约是一个 ghost town， 就是曼哈顿是一个 ghost town， 是一个鬼城，因为没有人。那其实这个是 exaggerating， 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夸大其词。但是呢，严格来讲，你可能就指就是说在中城这一个部分啊，就是说那中城这一部分它比较空的原因，是因为说我们现在还是很多的公司员工还是没有回来上班。那大概就是说平均呢，大概就是说10% 不到，那确实也是事实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星期一回去公司上班的时候呢，我数一数还是没有很多人。那这个员工没有回去公司上班，影响到楼下的这个 retail 的 store 哦。那今天这个新闻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Microsoft 很多的就是大公司就是让员工不要就是说等到明年才回来上班。那我们 Microsoft 呢昨天这个不是昨天了，就是礼拜五呢他们宣布就是说那他们员工呢这个是一则新闻呢，就是说那他们员工在50% 就是说你只要就是说 less than 50% 你的这个工作时间呢，你不需要被批准，你就可以在家
就是无限期的在家上班。那这个等于说加入其他大公司啊、比方说 Google， 我们大家在说 Google， 还有就是说Indeed， 这两家公司是很早就宣布，知道员工是到明年的就是说July 或是 June 才回来上班，但是也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就 indefinitely。还有那其他公司呢，我们看就是说Uber、MS、American Express， 还有就是Airbnb。他们这三家公司呢，目前而言也是让员工可以到明年的，就是说大概 June 或 July， 2021年，还有哪些公司呢？就是说 Zillow、Twitter， 还有这个 Square， 基本上呢是让员工在家无限制的，就是说 indefinitely 在家上班，还有 Amazon， 就是说到明年的，就是一月。那 Spotify 也是到一月。那这些大公司呢，他们的策略，当员工在家上班无限期的话，当然是影响到很多的，就是房产，就是说住宅市场。那这个住宅市场呢，就是说，就要影响，讲到我下一个话题跟大家 share， 就是说曼哈顿，这个新闻啊、大家可能在，报章上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曼哈顿的这个租金还有就是租约 rental listing， 大概这是14年来以前的最高点。那一个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listing 呢租约大概有将近16000个rental apartment 在市场上要出租。那我们的这个空屋率 vacancy 大概是 5.75， 没有这么高过啊，大概就是我们是去年的两倍多，我们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2% 左右，这个就是说空屋率。那这个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就是说你的租金下跌是一定的。那平均来讲的话，他今天就讲到说曼哈顿的平均的租约就是说租金下跌差不多 11%， 那我们可能还看到更多的。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崔贝卡区，这也是昨天才在进行的，崔贝卡区非常好的两房呢，市场好的时候是9500块两房，在那个 Goldman Sachs 高盛总部正对面。市场好说是就是说我们有这同样的房子租9500，那现在呢市场上挂7500块，可是呢房客进来的他给的这个要求是6500块。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个铜板两个面来讲啊，对于房东来讲，这一段时间我们继续一直到年底之前啊，房东还是等于说大家要抢租客，会比较很辛苦一点。那所以所有的房东呢，我们现在一个结论就是说，谁在你的价格上 aggressive 谁就抢到房客。所以呢就是说，而且特别是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holiday season 呢，就是说而且这个纽约冬天就是说11月多就开始就是天气变凉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的租金市场呢就会比较就是说在正常的市场的时候，我们的 rental market 本身在rental 还是 sales market 本身在这个11月12月呢是比较淡的，所以我们到11月中还有一个月时间，那所以呢所有的房东还有就是说所有的卖主呢，大家加油啊，就是说你如果说 if you have a bottom line，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与其呢 keep it bottom line 就是说自己看把 you know, put it out there， 吸引到房客这样子，先度过这段期间。那所以这是 rental 的 listing。然后第三个消息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纽约市很多人来纽约市呢，这个消息呢，就是说其实也不是消息了啊，就是。纽约市是世界之都，我非常非常爱纽约市，然后呢I'm a diehard， 就是 I'm hardcore New Yorkers。 那这个纽约迷人的地方太多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
疫情的关系真的把整个都打乱了啊。那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就现在没有游客了 tourist、然后 hotel 非常重大影响，那我们没有办法 indoor， 所以呢也没有办法 indoor 影响的这些，就是说纽约市百老汇，这是很多人来纽约一个很大的吸引之一啊、百老汇啊、那所以呢就是说 Broadway 呢它总共有41家的这个 theater， 就说宣布，就是说正式宣布，因为其实早就就是关了，从这个三月就疫情开始的时候呢 Broadway 就停止了，那但是呢他星期五正式宣布，就说他们41家这个 theater 呢 Broadway theater 呢一直到明年的五月2021年的五月才会就说开放，那当然这还需要就说 depends on 这个大家疫情控制的情况，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对于纽约的纽约市曼哈顿，特别是曼哈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所有的 tourism 呢就是游客呢观光，是观光业在2018年到2019年呢对于这个纽约市它带来的这个revenue 大概是有14 billion， 就是说10亿100亿140亿的这个美金这么多，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已经知道的消息，但是正式宣布就到明年五月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就是说在网上啊看，就是说看 sports 啊，看这个 theater。 那在下一个新闻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也不是一个好的新闻，这一个在你如果来过曼哈顿，就是说中城在45街五跟这个Madison 中间，这个 The Roosevelt Hotel 罗斯福酒店将近100年的历史，我给大家看一下，将近100年的历史，他宣布，呢，他们要没有办法继续生存，就是在10月31号。在10月31号呢会是他们最后一天，这家酒店呢是在1924年成立的，它总共有1015套房间啊、在1924年成立的，如果到2024的话它就会满100年了，那很可惜就是说到10月31号是最后一天，那我昨天也上去看了一下，想说我想要去就是感觉一下这就是说世纪老的酒店啊，它的现在如果是你赶快利用这段时间，如果去book 的话，可以住到一个房间只要100块到150块非常好的价格，otherwise 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就是跟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其他的话像一些其他酒店也是说宣布永久关闭的话，我们有这个 W Downtown Hotel， 在这个世贸旁边的这个 W Downtown 也就是上个月宣布他们就是永久关闭，还有就是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这个 Hilton，还有 Marriott Koya 在这个 Macy's 百货30几街的这个 Macy's 百货旁边的这个Marriott Koya， 还有就是说在Midtown Madison Avenue 50街这个 Omni Berkshire Hotel 也关了。那就是这个主要是因为说没有这个 tourist， 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business travel 也比较少，造成的影响就是说一个 ripple effect 这样子。好，但是也不是都我们一直都有坏消息哦。那好消息就是说，好消息就是说这个，我们也有好消息。那好消息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些很多公司，大概到明年的时候呢才会让员工回来，可是像这个 Amazon、Apple、Google、Facebook， 我们讲哪一个？少了一个，都在今年
在纽约市，在曼哈顿增加他们的 office space。基本上呢，就是说对于纽约对于曼哈顿长远，他还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呢？我也很有信心呢，因为就是说你去哪里找这么多的 talent 的地方，你有一个有人才的地方就吸引更多人才来，那我们人才还是在这边。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买卖交易呢，我也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一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呢到目前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就是租客就说询问这个我们的这个 listing 了。所以就我们看到说越来越多就说的这个renter 回笼了，好，而不是说像刚开始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往外这样子，现在是慢慢回来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所以呢，我下一个就是我们进行到我们每个礼拜的一个市场分享。每一个礼拜的市场分享的话，我Where is my等一下哦，好，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依照实际的数据这个是我先看一下，好，可以，这个是曼哈顿，我就说我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是用曼哈顿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我们才就是说在针对您需要的一区来这样做。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截至昨天而且截至今天，我们这个 resource 是 Urban Dig， 我非常感谢 Urban Dig No One， 你们做了非常好的贡献那这个是现在在市场上的就是房源这是我没有分任何的，比方说你是 co-op condo 或是 townhouse resale 或 new development， 就全部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橘色的就是 Upper West Side， Upper West Side 显得比它的供应量比其他地方少那Upper East Side 这个绿色的，好，然后这个是 Midtown， 你可以看到这个 Midtown 呢，它的数量一直都是比较多的。那这个 Downtown， 这个灰色 Downtown 跟这个 Midtown 跟 Upper East Side 呢是差不多，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供应量还是一样往上，但是在最后一个地方呢，它的有点就是说有点下来了哈，在最后上个礼拜就是供应量有稍微就是往下一点，但是普遍来讲的话供应量还是往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这边的供应量呢比这个去年呢同时呢普遍都还多了，就是多了一些，好，多了20几%。所以这代表什么呢？买家来讲的话，你有很好的选择。所以我现在马跟大家回来看一下，这个打个比方说，我刚刚为大家做了一个，就是说在曼哈顿我没有指这个，就是说120几街以上的普遍来讲，就是主要的一个曼哈顿的区域呢，总共有976个。100万以下 condo 就是说共有公寓总共有976个选择，这是前所未见的一个机会市场。那我们如果再进一步来看的话，一房 one bedroom 的一房 condo 有551套，一房哦有551套，这对于买家来言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那我们看一下这551套哈，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在100万以下，我可以跟大家讲的说大部分呢会集中在就是说 Midtown 中城的东边Midtown East， 还有就是 Upper East Side 呢普遍它的房源是比较多的。那这个 Street East， 那下层的话就会比较少，因为这边下层的它的地缘性的关系low 就是 the price over 就比较高一点。
好，那就是让他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你拿着100万来曼哈顿，你有550几个选择，就是 incredible。好，那有买家就问我说，你他是不是要等呢？等市场再下跌呢？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 whether 我从这曼哈顿这个。是since 2002呢，这个房产经验呢，我觉得 it's very difficult to time the market。那我们通常买家来找我的时候呢，我会了解说买家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需要性来做分析。但是呢，让您看一下一房552套 condo 目前在市场上。那好，那我再就是回到这个这个主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就是你的选择都比更多了，那 supply 很多。那再就是说 pending sales， 那 pending sale 的话只是说目前在市场上已经进入合约但是还没有交屋的，还是一样可以说往上就是说，那大家看就是我们市场从六月开始之后呢还是一样，就是说这个交易量，就是说买家一进入市场你一看出来，就是说不管哪一区都比上个月还多，每个月慢多慢多这样，但是比跟去年来相同期来比的话是低，这是绝对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再说 price square foot，如果你在纽约买房在曼哈顿买房，就是说一个非常的数据性的都市就是说所有买家都是 very analytical。那这个 price per square foot 呢，就是说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多少呢，很多买家都会直接这样看。那这边的话我让大家就是说针对分析说针对这个 condo， 共有公寓，你的就是说每平方英尺，而且我这个是针对就是说resale， 我就没有把这个new development 放下来，这个指的是就是说二手房的市场，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有一个就是说正确的概念，因为一般的new development 的新建物呢，你比较难去知道说它真正的折价率有多少，而且它的价格一般都是很高，所以呢会把这个数据呢就是造成一个混淆的概念，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price per square foot 就是针对这个 condo resale。 那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下层呢平均是1431块到目前而言交屋的一个平方尺， Midtown 呢是1200多，B side 1200多，Boy side 1400，跟我们一般普遍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没有错的就是说因为 Midtown 跟这个 B side 呢普遍来讲因为它的供应量是比较多，那所以很你在而且它同质性在这两区同质性的房子是比较多，所以普遍来讲的话对于买家就是说常你看到说性价比很好，可以在这两区看到。那 Upper East Side 呢是比较多的，就是 Pre-War 就是说它本身来讲就是说艺文活动就是三条 Subway 两个这个 Part 呢，所以很吸引的。普遍来讲的话就是说 Average Upper East Side 是比 Upper East Side 高一点。那 Downtown 的话因为大家就是知道很多业就是说inventory 低，还有就是 zoning 的关系，这边房子的房源比较低，那它的就是说 always high in demand。 可是呢 OK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均价格这个比去年呢价格其实大家好像很讶异，就是说并没有看到这个平均价格往下降，跟去年同期来比，然后呢跟上个月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就是跌幅哈，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知道说这条线呢指的就是说从六月开始开始往上，然后慢慢好像有点往下了 price per square foot， 所以呢这是很重要让它就是跟踪这个走向。那再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我好像是两个是 price per square foot， 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是 new development， 这个是新建物的一个就是说平均价格。那新开发案平均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啊。那平均来讲的话，我觉得新开发案它比较难去讲，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价值空间会差很多，所以一般呢我比较没有针对这跟买家来讲，而是针对每个建案啊同质性来分析。那这个我就先大家跳过，再就是说这个中位数价格，中位数价格也很重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市场走向。而且我这个还是一样，就是针对这个condo 二手房 existing resale， 好 ，condo 二手房中位数。那大家看一下，平均下层呢是200万，那中层100万，上西上东层呢134万，然后上东层上西层呢130几万。那平均的中位数价格，大家看一下，跟去年来比，有些增加，有些下降。但是一个严格来讲，就是说价格好像还没有什么往下啊，没有大家想象的，就是往下。可以看一下。但是呢，价格会往下呢？我想价格是往，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等两三个月，看到现在交屋的这个就是说成交的签约的房子进入交屋阶段之后呢，我想我们会看到这个交屋价格是往下的。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些看到的很多可能是在疫情之前哦，就是说已经就是说进入合约的，或是在六月在疫情中间进入合约的。那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我们的发展速度还不是很明朗情况之下，但是呢还是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就是说价格就是调涨或是下降。再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其实呢很希望就是每个月跟大家分享的 monthly contract， 就是说现在十月到现在就是说它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就是签约数量。每个月签约数量，这个我就把全部的就是一起放在一起了。不管你是新建物啦，或是说二手市场，不管是 co-op condo 或 townhouse 来比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比上个月呢，比上个月就是说大部分来讲，比上个月签约数量增加，然后比去年同期呢也还好，所以呢。你看，那为什么比去年同期呢？就是说数量大部分的每一区呢数量增加而不是下涨呢？我觉得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呢我们现在利率比去年同期呢低很多，然后呢现在疫情之后开放之后呢，很多买家就进来了，想要就说抓住这个好的机会来买房，然后加上再就说holiday 之前，所以我们是可以想象这个是可能会一直增加到11月或是12月都有可能哈，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可能会慢慢往上到11月，然后可能再稍微平，主要是看这个，还有再就是median listing discount， 就是说平均的折价率。那平均的折价率呢，我们看的还是说用这个二手房 resale 来看哦。那二手 resale 来看的话，而且我指的是 condo， 一样是 condo。那平均的折价downtown呢，平均的话 10% 八点多、六点多、7.9%。当然这个是数字会变化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的 mortgage interest rate 一样。可是呢，大家就是普遍还是有一个就是空间来讲的话，我们在想说 ，OK， maybe around this 10% 一个 acceptable range。就是说，所以现在买家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房子你喜欢，可是呢 ，seller 还没有把这个价格反映过来的话，我会说 it's okay， 我们就是说可以，就是说 place an offer， 然后看这个卖方怎么讲，还有我这边多加了一个布鲁克林，因为呢，布鲁克林他们的表现呢比曼哈顿表现好很多，因为我讲嘛，曼哈顿我们就是商住，那布鲁克林的话。因为他这个品牌也在全球性越来越时髦了啊，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布鲁克林，但是这个只是因为布鲁克林很大，
很多不同的区，这只是让大家看一个平均的走向，而您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平均价格就不是不太需要去看，而是说我要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在布鲁克林呢，它是说沿路一直往上，它的平均价格一直往上，而且是在就是说2004年之后呢，我很多客人就是从曼哈顿搬到布鲁克林之后，他一直往上，就说，而且现在已经很时髦了。所以在这段时间疫情期间的布鲁克林的表现呢，不管是租约市场，或者是房产的这个买卖市场，是比我们曼哈顿稍微好一点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的，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礼拜上个礼拜的一个，就是我纽约市特别是曼哈顿的一个关于房产市场的一个消息，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近况。那我们每就是说我们代表房东，也代表卖家，也代表租客。那这个时候呢，房东跟卖家，就是说是要卯足全力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个月时间去争取在市场上的一个租客。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需要针对你个别个案分析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络。好，那就祝大家有一个就是Happy Week。那下个礼拜三见，拜拜。